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推荐呢是这个黑武士 X8 Pro，那有贴 NS 标签的才是正版，才有一年保固。它是一个充电款的，市面上都是电池，它是充电款的，连接蓝牙就可以使用。那它充40分钟可以游玩50个小时。今天呢，我来示范给大家看。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现在来做一个黑武士 X8 Pro 如何使用配置。那现在呢，我使用的是警这个角色。那很多人会觉得说，警这个角色滚轮的指向性技能会不会说不用手把变得不好操控？那跟各位说，不用担心，按一下上面的一个按键，按导入配置。这边可以很贴心的会跟你说哦，什么角色适合什么样的配置，会帮你已经轻松配置好了。像我们的景的话，就适合一技能位移配置，然后按完成就可以轻轻松松想滚哪就滚哪，有没有很轻松的？要滚哪边就滚哪边。然后买东西也是非常方便。习惯玩掌上型游戏的玩家应该会很喜欢。想滚哪就滚哪。那我们这边配置的地方呢，也可以做一个调整。像是我的一技能滚轮是 RB，是在手把的侧面这个部分。那我如果我想要改成，我想按 X，能不能呢？是可以的，按调整配置，把你的 X 移到一技能方向这边，然后想要做什么调整都可以，然后按应用，那这样子就改变了。有没有按 X，就可以变说我想要 X 一技能是 X 就可以做一个调整，依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个调整。刚刚有看到很贴心，那有些人会觉得，那颗螺丝它是反方向的，是不是也能做呢？有，它有个那颗螺丝推荐配置。那你就要按下去，就是它就是会直接帮你做一个反方向的一个操控。解说就到这边喽。那我现在呢，我现在是放在手把上方做一个玩。的游玩的一个动作，但是它其实是可以放在桌面上的，因为它是连接蓝牙的，不用怕说，好像会不会太重？那可以放在桌上，好，就这样，非常方便，连接蓝牙的。那我们就实际的带大家去打真人看看。会不会依然顺畅呢？来试试看，用玩手把是不是一样顺畅？喜欢玩掌上型游戏的玩家一定很喜欢这个游戏，这一个手把感觉不太一样。哇哇哇哇哇！他怎么啦？我以为旁边有队，他的队友才这样。开个狂热来弄一下。有些人玩家会担心说。纳克罗斯等等，哇，旁边是谁？等等，会担心说一些纳克罗斯的指向性技能的
问题哈，按上面这个圆圈圈，上面会有导入配置，总共有17种可以使用。那有17个按键可以选择，可以更换。喂，射！哇！哇！嘿嘿，啊！快跑，快跑！像阳光一样无所不在，进化的新标记。快跑，小鸟，马上到！距离不是问题。快跑，小鸟。You have defeated an enemy.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Double kill. 都没人理我啊！快跑，船长！